103年移居台东健康马拉松记者会正式开始，我是保罗，我是王立先。首先在这里我们先欢迎我们现场的媒体记者朋友们以及我们的贵宾。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台东县的大家长黄建廷黄县长，掌声欢迎。家庭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林燕陈董事长，也是我们的县长夫人。也欢迎我们荣民医院院长林之源林院长来到我们的当中，掌声欢迎。台东县政府文化处处长刘正刘处长，掌声欢迎。以及台东县政府原民处处长张其旭张处长，欢迎。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处长杨淑敏杨处长，掌声欢迎。谢谢您。好，我们要欢迎我们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的葛君仪葛科长在我们的当中，掌声欢迎。台东县政府计划处处长于明心于处长，掌声欢迎。欢迎，谢谢。好，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台东县政府政风处处长刘文哲刘处长在我们的当中，掌声欢迎。我们台东县政府主计处处长廖美凤廖处长，谢谢您，欢迎。我们要欢迎台东县政府教育处处长林辉煌林处长，掌声欢迎。还有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局长陈淑田陈局长，掌声欢迎。欢迎。还有我们台东县政府警察局大队长吴东文吴队长在我们当中，掌声欢迎。谢谢您。还有也欢迎我们台东县县政府警察局队长林胜光林队长在我们的当中，掌声欢迎。我们台东县消防局科长林建成林科长，欢迎您。我们要欢迎台东县政府环保局李立芳科员在我们的当中，环保局的代表，掌声欢迎。那还有我们乡镇的也有代表哦，哈，欢迎的是鹿野乡公所廖宇轩廖科员，欢迎。因为我们池上乡公所的科长苏佩基苏科长在我们的当中，欢迎。还有我们哦，还有最南端达人乡公所赖志宏赖纯干事也来了，欢迎您。哇，我们的与会的贵宾很多哦，非常多哦。我们要欢迎我们台东市卫生所的主任蔡德宪蔡主任在我们的当中，卑南乡卫生所主任吴月秋吴主任，欢迎您。还有鹿野乡卫生所的主任徐汉金徐主任，欢迎。东河乡卫生所主任田昌坤田主任，欢迎。还有长滨乡卫生所的主任郭主任在我们的当中，掌声欢迎。关山镇卫生所主任廖子辉廖主任，欢迎。还有关山镇池上乡的池上乡卫生所黄春琴保健员，掌声欢迎。好，那因为真的来宾很多哈，那我们就在这里一并的，就是欢迎我们各乡镇的代表。绿岛乡卫生所主任啊，田淑慧田主任，这个是欢迎绿岛。哇，好，从绿岛来真的很远哎。好，那最后我们还有我们的卫生局局长卢局长，掌声欢迎。好，我们还要郑重介绍一下台马里乡公所的秘书谢新春谢秘书在我们的当中，掌声欢迎。欢迎您。哇哦，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多人哈。那这些年为了我们使我们台东成为一座健康幸福的城市，我们做了许多的努力。现在我们来回顾一段影片。
眼农田社区。这些年的努力非常的辛苦。好，接下来让我们。